上分的永远一个宗旨就是能躺绝不吸。 Let's go。还好有领导啊，跳出来了，没领导炸。他点我多了几个暴击啊！我怎么感觉我穿护甲我都打不过他呀？李云甲、布加罗，他是运气特别好吧？他点了几发暴击。护甲这点他都没有那么实在啊，这人。好，腰包再跟你打。哎，我腰包呢？我腰包呢？好吧，我的钩子是有点歪啊。打死我天哪！你们是真的都会堵我的呀，这。这么多人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